旁边的人帮你把鞋子拔下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后面整摊都是血肉模糊这样。腾空膝盖着地，砰！哎呀，这边整个是像血肿。哎呦，当下哦，这头着地，整个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后脚跟打到我的后脑勺，断掉吗？导演那一句就来了，哎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来来来，我们再一个哦。OK， 来，继续拍。每周一、二晚上10:15，三立堂台29频道，阿姐万岁。